走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泥鳅，这是养殖的，我们钓鱼用的。结账。知道平哥今天要钓什么吗？钓总统鱼，如果能够多钓几条，还可以红烧，还可以清蒸哦。好了，我要来准备了。冲过去。然后八字环。线哦长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钓的饵料是泥鳅。哎，我们刚刚买的泥鳅，哦，红跳跳的，那就可以了。开始，哦，注意上面哦。好了，哈哈，我们就这样等它。在我们、哦、等待的同时，田哥、哦、来准备一只手竿，钓钓什么呢？八珍螺、回虾，稍微煎一煎。你看那一只飘来，飘到旁边去了。吃我，吃我，吃我，我吃我。珍珠石斑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把它洗干净一点。这珍珠石斑是算很大了呢，它一样是肉食性的，不是种种鱼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来烤。什么鱼？哈哈，哦，两只啊，八色龙虎。两只都是正吃的，看看，转过来，都是正吃的哦。我来看看这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尾巴这里还有一点，八条，惨了，这一集哦，可能会不会都是八线螺口，中。你看看，哇，今天可能会钓很多条、哦、八线螺口、哦、没关系，我们送给、哦、隔壁的阿姨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小八，都是八线螺口，没关系啊，多钓点回家，隔壁的阿姨要。哦，这只可以，这只可以，漂亮哦！来，看看我们刚刚钓的，啊，是活口，不多，不错哦，很多哦，这样就很够吃了。可是哈、哦，想要知道八线活口怎么料理吗？去平哥、哦、的主频道就看得到了。哥有做那个鲷鱼烧哦，我们哈、哦、也要更上游去找看看还有没有种种鱼，钓不到种种鱼不甘心。好，
哇，一个剪刀一个铅锤，来来来，就这样，一二三，这个不用雕太严，这样就好了。放着就好了，要快哦，快来吃苹果的小泥鳅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嗨，你看看苹果哦，哎呦，在看人家的频道哦，呵呵，也会玩路遥哦。苹果哦，来介绍我的钓竿是什么牌子的？不知道，因为这次是捡到的。还不会用，路边捡到的，尤其哦，还花了快200块修理。嗯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哦，他买的，嘿嘿嘿嘿，我怎么不出来呢？就这样，嘿嘿嘿，看看你们年轻人在干什么。平哥，你来试试看。喂，这杆哦甩得不漂亮，哎，中！嘿，你看看，嘿，年轻人终究就是年轻人，哈哈，这样也有，可是哦太小了，把它放下，哎，嘿嘿，奇怪哦，这个鱼哦有真的饵料不吃，要吃假的，跟人一样，哈哈。我的话，吃饵，吃饵，吃饵！中了，中中中！嘿，哇，真的是总统鱼，拉上来啊、哦！哇，真是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！呵呵，棒哦，有总统鱼可以吃了，呵呵，好漂亮哦，哈哈，哎，这就是起腰鱼啦，这边哦的水质哦很好，总统鱼哦一定很好吃，嗯，赶快，平哥把它放进冰箱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这个，再吃，再吃。中了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这只更大，哦，你看看哦，哦，一掉下去我就吃饵了，哦，你看这一只，漂亮，哦，你看看那总统的嘴巴，呵呵，漂亮哦，这个以前哦，能。大到十几斤呢，现在这样已经很棒了。来来来，两只了嘞，庆祝一下，钓到两只总统鱼，哈哈，大家庆祝一下，哎，哇，真的很舒服。你看看这里阳光那么充足，北风这样吹，好舒服哦，空气很好哦。环境也很好，哇，舒服舒服。好了，我们哦任务已经达成了，赶快回家吃鱼。对，还有八戒螺口，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了，还要煮八戒螺口，请阿姨吃嘞。快了快了，哦，那个老钓竿。收一收，回家。哇，我们回来了！来，大家看看，起腰鱼好大只哦。来，我们呢一只来用蒸的，那一只哦来做糖醋。哈哈，那这些八仙火口呢，就送给隔壁的阿姨就好了。还有，对对对，这是珍珠石斑哦，留给平哥的女儿回来再吃。哈哈哈哈。
林哥先来处理它。等一下哦，还有一个动作很重要哦，要断刺。来哟，开始，大约哈这样，0.5公分，差不多0.4公分。都有听到哈，它的刺都断掉。这样断完刺哦，梳扎过后，它那个骨头哦都会跟着梳掉哦。清蒸的那一条就不用断刺了啊。料理的部分呢，交给妈妈，哈哈，来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哇，好香哦，好香！今天先不开酒了，看到这两道料理呢，就没动一点了。糖醋的，炸的酥酥脆脆的，现在享用。哦，你看看，真快的。哦，酸酸甜甜，有如初恋。加点葱花。哇，你看看这里面哦，这个大鱼刺你吃不到它了，那小刺哦，我们都把它截断过后，酥炸锅都酥酥碎碎的。哦，相当的好吃，哎，这样哦，
就不会被鱼子知道了。哎，哦，沾一点酱汁，哦，嗯，哇塞，好久没有享受这种味道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吃总统要喝总统哦，林哥哦，今天哦要来喝这罐总统纪念酒。哇，再过了。不错，嗯，哦，来来，这个再吃一口，太舒服了。林哥哦，就这样吃，你看看，嗯，多舒服啊，看到一只龙骨而已哦。的肉很细哦，这样哦，沾它的酱汁，哇塞，记住哦，一定要断翅，还要炸过酥哦，哦，这样哦，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总统鱼了。接下来哦，我们来尝这个破布子蒸鱼啊，可是哦。林哥刚才哦吃那个重口味的，现在要吃清蒸的啊，漱漱口。哇，你们有看到他的细皮嫩肉吗？哦，爱吃鱼的人哦，看到这一道菜绝对会流口水。来，把它掰开了，从这里开始享受。刚夹出来，哦，一次就这样，哈哈。这个肉不要浪费，哦，你看看啊，跟吃午餐大致相同，哦，哇，好绵密哦，呵呵呵，真的很绵密，它的肉很细密哦，很细嫩哦，呵呵呵，绵密啊，哇，在嘴巴都滑进去了。可是这个要注意哦，小心一次哦。这个哈，料理哈，林哥大致有知道的地方，像正文水库啦、日月潭啦，都有在料理哦。哦，有空可以去尝尝看。这个是下巴，哦，你看看，下巴在吃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，它也有鱼刺，可是当的鱼刺很大只。再记住一句话，要去点这两道料理的时候，问一下价钱，拜托。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哦，记得哦，很赞哦。